几个人太硬。那彩妹，听暖，慢慢喝。今天是牛肉卤鸡，这个是个干拌面。今天我得陪咱舅好好喝点。嗯，那咱就暖暖身子劲儿。你干饭都热了，暖和了。这屋里暖和不冷，那还要拌点啥子嘞？来来来，干杯啊！幸福了今天啊！来，倒杯酒来，不倒了，成功了，对瓶水。凉是吧？这个温度夏天的刚好。嗯。辣。给你们推荐一点不辣。吃菜，倒倒倒倒倒，哎，这筷子嫩也的，这个汁儿不是给这儿的，咱们吃呗，反正咋吃都这个汁儿蘸这儿的，是吧？不能吃，不知道，反正几个菜有点硬，硬不是有点儿，是非常，太硬了，非常硬，这都难为，行吧，一人一斤，先吃个胃，对，一人一斤。这屋这都好像都没有灯了，不要灯了，这家堂底下都没有安全感，电缆转动，这个一万够，你看多少万，不是不一万还得一个，还得拿被子，你那铺地上也不冷，凉不凉，关着门臭都弄弄气儿，抬杠抬半天，抬的我都渴了，我喝杯啤酒。何健是没有比我，对，太高，太三个人太的最干死了了。其实那俩今儿应该住一间房子，那俩今儿一定得分个高低。理念都不一样，理念都不一样，我的。一定得，他没有去过，一定得抬个高低。你去过，你给我解释都不对。我全去过，你给我干，你给我这一锅淡油嘞。你这都骗人的，我跟你说了，骗人的。你给我这一锅没有不行了吗？你当时说你，我跟你说没有，你骗人。我一开始跟你说没有，你不相信。我的意思是有跟没有都不重要。因为啥嘛？因为你去过超市，所以说我你。又抬起来了啊！碟儿，有没有都不重要啊！都不重要，特别重要，都不重要。洗手间还不是太能了。这不然能用嘞？嗯，就是别是吧？一个被子冷吗？冷。好。热得很。就放暖。放暖，你再弄一个。再歇一个。再歇一个。不热。点呗，明儿我来收。都给你抬一个里头。你要不然鼓着下去了。抬一个。再抬一个。哎，那我也是凉了。先第一回垫个暖炉。你不爱他就关。因为这屋要暖和了，这玩意儿干啥？俺前两天都搁这屋住过，到最后这两天有点冷。这屋里透风。嗯。玻璃也烂了。咱就一个月烧不？给咱舅再垫一个。再拿一个吧，再拿个床板，有。不吃，两万六。要不这被子挨地，被子打地上。打地，这都卷到谁那是？我这还有个被子嘞，够暖和了。关着门不冷。关着门。谁要？啊。行，你要充电的话，哎。充电不充？不中，那谁叫我叫这客厅的灯也掐不灭。